屏幕使用时间高于30个小时哦。好，帮我站到摄影的后面哦。谢谢，谢谢。第二题，跟朋友吃饭的时候，会在吃饭的过程中回讯息，拿出手机回讯息或发限动，会的就帮我站在你的左手边。吃饭的当下会拿出手机回讯息或发限动，这是一定还是只要有？就大部分你会有这样的行为。当你的手机跳出通知的时候，你几乎会马上点开，大部分时间都会马上点开你的通知讯息的。你手机跳通知的时候，点进去三 D 探索，然后对，绝对不看一下。哇，什么意思？真的活在手机里啊！你们最好不会。当等电梯或是等捷运这种很小的时间，也会拿出手机来滑的。对啊，这要过来了吧？这个要过来了吧？电梯或上厕所的时候会带手机进厕所，会放手机的。不可能不会带手机吗？上厕所？这样。大号吗？大号吧。都可以，就是大或小。你绝对会带。上厕所其实有时候不会带，我需要专注。专注做一件事情要专注。习惯好。吃饭的时候是手机先吃，吃什么几乎都会照相，很习惯开始物的。有时候会，有时候不会，大部分会，大部分就是，大部分不会。很厉害，过来一下啦！你们都，哇塞！好，你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带手机，只要没有带到手机，不管会不会迟到，你就是会回家。全部给我过来，全部都给我过来。没有手机是没有办法出门。我跟你说，我需要，因为我需要 Google。这次我还真的没有带过手机，会容易迷路。我真的出门没有带手机，我就不会回去拿。那如果你今天是去，就是你不知道那里是哪里，就不是你平常熟悉的地方，那就可能会吧，会啦，会啦，那是要过来。是大部分的选择，或者怎样？好，出门不带手机，这有点，我都没有带到，超大压力，别人家。每隔10分钟就忍不住看一眼手机，会把手机翻过来看一下，大概10分钟左右时间，也是就看一眼手机的，这应该叫手机。你会3D 晕吗？手机看太久，我一直看地上的，我还是往前。你每天会按超过50的爱心，就是譬如按贴文的赞或按你的限动或什么，就是你会按超过50个爱心的。谢谢。会的话就在6。谢谢我的。大概10个而已吧。我一年都不知道有没有按50。哇。大家都是不喜欢帮别人按赞。抓到喽，抓到喽。潜水型的是吗？只要你的手机电量小于50%，就会想充电了。哦，我都用了1%，甚至没电。那这样电池会坏掉哎。对，这样真的电池会坏掉。懒不懒的问题。小六有2个爱心。亚伯也是2个爱心。小谢3个。安柔一5个。阿弥陀佛，只需有8个。关心7个 ，Ada 6个。